头，这两天你怎么了？上课老迟到，还不说话。就是，好像谁欠你什么似的。石头，我的像画的怎么样了？石头给你画像了，真是偏心眼儿。哎，石头，你不是要买相机吗？怎么还没买来？就是，我们还等着照相呢。多了，哎，这还有彩色的啊，加了颜色要加钱啊，因为这个颜色不容易上衣，是吧？你看也不容易，天安门都搬来了，你们都啊，赶快带着孩子来照，是不是？很好啊。别哭了，快回家吧，我们先走了。你媳妇儿那么向着的，改天我们来照。我喜欢这个，我喜欢这种，你看什么样的？彩色的吧。勺子，以后不许胡说，也不许欺负人，逗着玩嘛。那也不行。你们两个谁先照啊？他先拍吧，你拍。哎，都一样。我下次拍。啊，你来来来。哎，看我这，看我这，哎，好，嗯，很漂亮。谢谢。啊，看这儿，来看这儿，哎，好，嗯，好了。谁拍照啊？你还照啊？去回去管你妈要钱去。哎，大姐，你照不照？照。带孩子来照。小伙子，你也照一张。石头，我先走了，回家要先照相了。大弟，看好了。啊，待会儿。哎呦，这石头这孩子怎么还没回来呀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去。哎，你要腿疼，你不要去了，他待会儿就回来了。真是。这是你的，好吧？这个，
好，这是你的这个，这啊，来，这是你的，谢谢，照得更好啊。你说我给你钱，你不买药，你买什么鞋嘛？那鞋，你这不是浪费吗？浪费，那鞋都破成什么样了，还能穿吗？早养了，来了，早养了，脚丫子磨破了，来不得花钱去看医生呀。 吃了，来，吃饭了，不吃了。来，来，这是你的。哎，谢谢。照得很好啊。这个假颜色还有这假钱，但这个很好看，这个。哎，小姑娘，你也照一张吧。张小石，该上学了。哦，你先走吧，我一会儿就去。谁还照啊？啊？谁说谁还照？带着孩子来啊！ 哎，不照相你看什么看？看你来了好几天了，去回去要钱去，照相就给你看。照相要多少钱啊？最便宜的8毛钱，你有钱吗？照相就让我看。只要照相就让你看，去要钱去吧。 上学去啊？哎，这孩子，哎，石头，你找什么呀？没找什么。哦，没找什么，你这干什么呀？哦，没吃饭了吧？来来来来，一会儿吃点，来一会儿吃点。哎呦，石头啊，嘿，懂事了，还啊，来。 你也喝一口，不喝啊？哎，等你等着啊，爷爷给你弄好吃的啊。哎。 上哪儿去？石头，好了啊，4毛钱不够照，去不够去回家要钱去啊！我不照相，光看行吗？ 照片，干什么你？谁让你动的？去去去，快！不要再来了，我跟你说。张老师，你怎么也学会迟到了啊？
怎么回事？大发怎么了？啊，校长，是不是又有些人惹事了？哦，没有没有，作业的事儿。班里要有捣乱的学生，你管不了，让张老师帮帮你。你刚参加工作不久，没经验，这学生啊就好欺负你这样的。有什么事说啊，别不好意思的。以后不准迟到了啊，赶紧回上课去。张哥，你这房子都住了好几年了，工钱什么时候给啊？你看我正在想办法呢，要再缓一缓。那怎么行啊？我们家也急着用钱呢。一定给你送过去，一定给你送过去。两天。宁，村头照相的这两天怎么没来啊？有，咱师傅想照相了。好啊，改明儿让你爹带你去照啊。照什么相？哪有那闲钱？我不是想照相，就是问问。快吃饭吧，石头啊。他爹，听他爷爷说，贵阳他小姑家的孩子放假又回来。啊，都说了好几回了也没见来，这回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是不是五子哥？我还记得他呢。你那事儿才屁大点，你懂啥？来，好好吃饭，吃了跟我去洗石头。相机坏了吗？回家，果子，走，果子。哎，石头，早点睡觉啊。明天带着表哥到外面去转一转。哎，你不是想照相吗？正好让那表哥多给你照两张啊。行，那就你也早点休息啊。
石头，来坐这儿，我给你拍一张。好，来石头，给我拍一张。石头，拍啊！哦，就这样，从这里面看，选好了井，按这个钮就行了。会吗？会了。好，来。好。表哥，这是姑父给你买的相机吗？不是，是学校买的。我是我们学校记者团的摄影记者。你们学校还有记者啊？是啊，学校买了好几台相机，我们很多同学都会照，有的呀，照的相片还在杂志上发表了呢。表哥，是这种相机好呢，还是竖着的那种好啊？竖着的。就是前面有两块圆玻璃的那种。就是这种。哦，这是老式相机，我们那种比他这个好多了，新出的，300多块呢。300多块？我会照相了。什么？你会照相了？我跟我表哥学的。哎，工作人员，是是是。我舅妈呢？快看啊！他腿疼，他今天不来了。哦，石头不来了。表哥，石头，哎，你要走啊？家里来信让我回去。来，石头，你帮我们照张合影吧。哎，那他不会，你别让他弄坏了。石头他会，没事，你注意点啊，石头。来，我给你签了。小心点，别弄坏了啊！啊，注意点啊！来，给大家照一个。站好，站好了。嗯，往这儿看，都看这儿。好，一，二，三。哎，好了。照相啊，好顺序啊。石头啊，还回来表哥吧啊，不给你弄坏了。好了，给吧，给把人拿走啊。好了，车还等着嘞，鼓掌，我带你回去吧。走吧，石头，上车。其实送什么比较客气啊，石头，等下面洗出来，我会给你寄回去的。
机的摄影师跟那个不一样，我看看，他那个都过时了，这是最新式的，做的真不错，跟真的一样。干啥？站小时，玩小勺，你们还玩啊？第一天上课还不快走？哦。好，同学们下课后呢，多多做做题。下课。起立。同学们再见。老师再见。哎，赵老师画什么呢？赵老师，以后上课的时候呢，不要画画，下了课再画，知道吗？摄影师给我照一张，也给我照一张。别给我呀！都有画，都给你们照，照一张一个宝，来来来。哎，谁先照？谁先照？都有份儿，谁先照？照相机能照吗？能啊，不信你试试。咔嚓。还有谁照？我照，我照，我照。咔嚓，咔嚓，咔嚓。太小了，到时候给你照张大的。咔嚓，咔嚓。阳光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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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阳光灯。石头回来了，有你一封信。送信的说是贵州邮来的，让我看看，是你表哥吧？哟，有照片啊，让我瞧瞧。给我看一下。又啥样？咱俩。哎，信上有没有说你姑父姑姑好不？好，都好。收照的，照的真不错，你瞧瞧，好漂亮啊！记住，谁都不能说。
同学们好。老师好。请坐。来，班长，把作文本发下去。上一次的作文呢，有几位同学写的非常的不错，尤其是张小石写的我的理想当一名摄影师，写得很朴实也很真实。张老师，你来读一下你这篇作文。老师，我读不好。杨老师，我帮他读，他还行。慢点手，老实点。张老师，你怎么写的就怎么读就行。好。我的理想当一名摄影师，老师让我写出自己的理想，我的理想就是想当个摄影师。我是从第一次看到来我们村头的照相的开始的，我每次看到那个照相的，我就想多看一会儿，有时还忘记了上课时间。照相。我表哥也有一部相机，跟街头摄影师的那个不一样，他们都深深地吸引着我。如果我有了相机，我就拍我们的沂蒙山、我们的灯水河、我们的校园，还有我们的杨老师和同学们。咔嚓咔嚓咔嚓，石头，你这样当摄影师啊？当然了。咔嚓，你说让咱们的大山走出去，大山怎么走呀？那是比喻，就像我登在学习园地上的照片，人家看了照片就知道咱们的大山了。真笨，连这都不知道。那你想当摄影师没有相机怎么当？就这只相机根本拍不出照片来，都是画的假的。那个，石头，你跑什么？等等我，等等我。来，快拿来。爹，明天你去捡石头不？不去了，收完玉米再去。那你什么时候去啊？我也去。放了假再说。石头，你去干什么？你好好学习就行啊。小同学，有事吗？叔叔，买东西怎么买啊？买东西？就是从很远的地方买东西。哦，你说的是邮寄吧？是把钱寄到一个地方，然后那个地方把东西给你汇过来。哦，那你要填个汇款单。哎呦，我这里今天没有了，改天你去邮局吧，那里的工作人员会告诉你怎么弄，好吧？眼看就要秋忙了，秋假期间各班要安排好学生护校，老师们也要做好值班的准备。都忙着秋收，哪有时间准备值班啊？这光值班也没值班费呀。对呀，早就是呀，光有工资才报的护校。同志们别光发牢骚，咱们这个维修的事儿已经由县里报到市里了，这个维修的事一解决，我马上就给大家解决公司的事儿。
子啊，放假您不跟家里干活，好吃了家里放心呢？他们不管我，还在我在家里惹事儿呢。爹，你不知道，他是我们班有名的游神。什么叫游神呢？就是最能闹的啊！我是游神，我是游神。就是这样圆滑的，其他的不要，要了陶瓷厂也不收啊。大叔，这石头怎么卖呀？2分钱一斤。我要买一个书包，需要1.2克，那就要60斤。石头，好好捡啊！爹给你买个书包。不用，我那个还能用呢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什么你都给我买吗？只要不贵，卖了石头就给你买。明天他还来吗？不来了，这里的石头太少，一天还捡不到200斤。那去哪里啊？哪里也不来了。这现在捡石头的人比石头都多。驾。石头呢？啊，他吃过了。他这干什么啊？一大早他就自个儿赶着牛车去捡石头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怎么让他自己赶着牛车去呢？还不是跟你一样，都是个犟脾气，我拦了半天都没有拦住。不行，赶紧叫他回来，咱那牛车不好赶，别再出了事了。可是现在他已经走远了，就我这腿还能追上他？不行，他爹，赶紧叫他回来。他爹，哎，你小心点儿。哎，只好让他历练历练啊。再说现在你去追他也追不上了呀。你受着伤呢，爹，赶紧先吃点东西啊。下雨天
牛车更不好赶，要出了点事那可怎么办呢？哎，你去哪儿？我去迎迎他。你的腿疼。哎，手电。才回来呀、啊！还笑，快回家去，快回家去。先上课去吧，先上课去。照片我看过了，你是用谁的相机拍的？我表哥的。那个作品发表了是件好事儿，但是呢，摄影也是一门艺术，很多专业知识需要学习，不能光靠感觉。就像画画一样，什么色彩啊、构图啊，这些东西你都要学。那怎么学呀？哎，我这儿有几本关于摄影的杂志，拿回去看吧。老师，你这些书从哪儿买的呀？你也会摄影啊？哦，那个，你先准备回去上课吧。哎，等等，这个书留在老师这看看。哦。县里开会研究决定了，把咱们学校啊作为第二批维修学校。是吗？那太好了，早盼这一天了。过几天呢，上面派一位工作人员对咱们学校进行实地考察，对咱们的校舍进行评估。早就说来也没来，这次不知准不准呢、啊？是啊是啊。哎，这次可该来了。上次不都给咱们装电话了吗？上级还是挺重视咱们学校的。哎，这样吧，咱们把各位的教室的情况说说，到时候咱们是该换的换，该拆的拆。哎，是啊。百华，你来正好，我们正讨论维修学校的事儿。你把你们教室情况说说，有什么要求依次解决。我们教室没什么，屋顶修一下就行了。校长，我想提个别的要求。说。我们学校能不能自己掏点钱买一些学习杂志，这样呢能够开拓一下同学们的视野。例如这本《学习园地》就非常不错，这上面还发表了我们学校同学拍摄的一张照片呢，还拿了优秀奖。百华，咱们搞点实在的吧。你这想法多我知道，可是咱们哪有先天搞那个。哎，你刚才说的谁的照片？咱们学校的。是张小石拍的。他们家买得起相机？不是，是用他表哥的相机拍的。我就说嘛，咱们山沟沟不是玩那个料，谁家有先天买照相机？
咱们一年的工资买得起吗？是啊，这瞎想的事儿啊。别搞那些没用，还是先把学校修好了是正事。对对对，没错没错，是。杂志还给你。老师，你看完了？嗯，看完了。杨老师，十字绣的照片好看吗？好看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快点走，再让我看看。别看了，哎，就看一眼嘛。哎呀，这头发长得可真好看。芳芳，长大以后啊，给婶做媳妇好不好？你还不给你拿点东西？哎呦，瞧你客气的，你说瞎话。怎么样，没见过吧？你藏什么？没什么，不给我看，我走了。好好好。怎么没有头发？等你的头发长长了以后再画。鼻子画的不像，等我买了相机给你照相就像了。你要买相机？我爹把石头给卖了就能买了。你的头发长得真快，像个假小子。芳芳，该走了。芳芳，等我买了相机先给你照。今天开会你提买杂志的事儿，我没同意。校长，咱们这学校自从我上学起就从来没有见过课外杂志，都快十年了，也该改善改善了。这学生没有课外杂志就没有办法开阔眼界，这光读死书怎么行啊？你为孩子们好，我知道。你看咱们学校老师的工资都没发全，你要拿维修学校的钱给孩子们买杂志，你说我怎么跟老师们说呀？这钱是为孩子花的，又不是我自己花，怎么没有办法说？再说了，老师不也有自己的孩子吗？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，可是你看咱们学校十几年没维修了，天好还行，这一下雨这教室里跟水牢似的，一到冬天咱们没钱生炉子，孩子们这手冻得都伸不出来。你就说这次吧，向县里申请几次了，这次好不容易报上去了，批不批还不知道呢。你说这时候我还能提别的要求？我也知道给孩子们定课外读物开阔眼界，将来都能考上大学，走出这穷山沟。可是你看现在这事儿难呢。白华，当初我给你留下来，我知道你受委屈了，可是你现在的心思啊我也知道。哎，咱们等等，等维修学校的钱批下来，咱们想办法匀出点钱来给你订杂志啊。姑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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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姑，娘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赶紧洗个手吃饭啊。娘，我爹去卖石头了。早卖回来了。卖了多少钱啊？卖了120块钱。娘，我爹说他把石头给卖了以后，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你想买什么说来洗手。你爹要不同意啊，我跟他说啊。快，我想要个相机。什么相机？最便宜的才56块钱。这相机又不顶吃又不顶穿的，有什么用啊？先把手洗干净啊。什么？这是我照的，是我表哥帮我登上去的。你照的？嘿，咱石头出息了哈。
他爹，咱石头啊真出息了，你看他拍的照片啊都印到书上去了。那是石头上的，就是这一张。好是好，可是光摆弄照片有什么用啊？哎，别听石头的，正好村里明天要到县里去拉化肥，顺便把你捎到医院去，先看病要紧。我的病都好几年了，治不治都行，别费那钱了啊。怎么叫费钱？上次医生都说了，你这个腿要再不治，那以后可就麻烦了。听他们瞎说，这医院还不也为了赚钱呢？哎，咱石头打小就懂事儿，从来不找咱乱要什么东西。这一次我看他对这个少相啊是真的上了心了，你看他拍的照片都上了杂志了，咱这孩子说不定将来真能有大出息。咱啥忙也帮不上，先省下钱给他买个相机啊。我说买个相机顶什么用啊？是能管给你治病啊，还是能还债呀？ 啊不行，还是先看病。我的病我心里有数，啥事往后缓缓不行啊？先为孩子疗个院啊。我说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你的腿都成啥样了？这怎么没声音啊，大爷？刚装的，适应适应就好了。哦，接着问，接着问。喂，喂，李强啊，能听见吗？我百华。哎，我好，我好。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我们这儿装电话了，号码你记一下。5858596。对对对，没错。有事儿找我就打这个电话，最好是呢晚上打，白天别打，白天我上课。李强啊，我有个事儿想拜托你一下。你能不能帮我订两份杂志啊？一本是那个学习园地，另外一本呢你自己看着办。啊，那对，钱我自己付，那个你先帮我垫着呗。啊，好好好好，谢谢，回头给你打电话。好，再见。怎么不出去玩？哎，出去玩他们踢毽子可好玩了。张小石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没事儿。哎，你的相机什么时候买？你看我的头发都长这么长了。哎，笑笑，好，来啊，嗯，好。
勺子，你昨天干什么了？怎么没去上学啊？你看新书包怎么样？花了一块二，还剩下四块八，你说怎么花？你怎么没给家里啊？给他们干什么？给了他们我就要不回来了。你可别跟我家里人说，让他们知道还不把我打死。哎，石头，你的钱怎么花？啊，同学们看看我画的这幅画，这是阴影、暗部、暗部、阴影。如果呢，光从这边照射过来的时候呢，阴影和暗部就会呈现在这个、这个这些位置。如果光线是从这边照射过来的时候呢，阴影和暗部就会出现在这几个位置。下面我来跟同学们谈下构图的关系。看这幅画，如果呢这个圆锥体呢放在方块的右边呢，这幅图的效果就会看起来就会差很多。放在左边，它效果看起来就很好了。啊，如果这个方形呢放在圆锥体的左边的话呢，也会影响到整个构图。同学们注意观察一下。好，那看好下次再过来啊。好嘞，来看小树了，来看一看啊，看那树多漂亮。来，路过路过别错过。来，小树，哎，什么树都有。来，鸦片的什么都有。来看看，小生，小生，狗挺好的，卖不卖啊？这小孩真是的。这狗不错啊，下去看。这狗不错啊，小孩，这狗卖多少钱？给你30卖吧。给他50吧。来，给你50吧，这可是在集上最贵的价。小勺带走了，以后别乱把黑子放出去，吃了不该吃的可就麻烦了，还指着他看家呢。
还叫大，那叫不行。孩子，哎，别让他乱喊了，鱼都吓跑了，让他走人，把狗留下，赶紧走人，快！小子，你可是拿了我们钱的，把狗留下，赶紧走人。干嘛呢？开电视。谢同志，您多拍几张。哎，好的，好的。张石，过来做操。预备，起。这位就是杨百华老师，哦，原来也是从这儿考入县师范的，是这个学校的第一位师范生，毕业了又回来教学。嗯，哎，你看，这体操就是他教的，是吗？啊，他还会画画，文章写的也不错，是我的学生。小伙子看起来挺干练，孙校长，你可是带出一个好学生啊！你夸奖，来，这边看看。好。谢同志，您请坐。哎，好。孙校长，你们的校舍确实需要维修了，您和老师们能坚持这么多年太不容易了。谢同志，您不知道，我们老早就盼着您来调查了，这回终于把您盼来了。你要向市领导好好的汇报汇报。嗯，你看学生们的学习环境该改善改善了。是。小同学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张小石。想照相吗？来，叔叔给你照一张。哎，这孩子拍过照片，还在学习院那场发表过呢。是吗？那可不简单。张小石，你用的什么相机啊？傻瓜相机。傻瓜的，叔叔这种可是135单反相机，对吧？呵，这孩子很专业啊。想试试吗？来，啊，谢
谢同志，那可不行，这么贵重东西别弄坏了。没事，过来过来。哎，好，拿稳相机啊，哎，调好焦距，哎，对准这个圆圈，画面清楚了吗？清楚了。叔叔，光圈从哪儿调啊？你还知道光圈？来，在这里啊。啊，哎，这是快门。哎，王学长，来试一试。啊，行了行了，上课去吧。去吧，上课去吧。孙校长，像这个孩子如果有条件可能会成为出色的摄影师。咱们山里的孩子有灵气，可是没条件呢。就说刚才那个杨老师从小就喜欢画画，哎，在咱们县里还得过绘画一等奖呢。这要是生在城里，将来保不齐是个画家。可是没条件呢，连画画的颜料都买不起。咱们山里的孩子有书读就不错了，那家里把孩子送到这儿来，就图啊将来能给家里记记账，不当个睁眼瞎，哪还敢有别的奢望啊。要不是您，我们这个学校指不定什么时候才能维修呢。孙校长，这报告虽说是批下来了，可是你学校维修的事呢可能还得再等上一段时间。现在需要重建和维修校舍太多了，我们呢也得分批解决，希望啊您能理解我难处啊。不着急不着急，十几年都等了，还在乎这点时间？去去。你上次照的照片，叔叔需要给你带过来了，看看。小程，看我这张照片，我这张照片。
从财政中调拨出20万元资金，省政府机关人员也在省长的带领下捐款近5万元，同时带着全省人民捐来的近30万元物资运往乌鲁木齐，以帮助他们重建家园。这是我省今年第三次向灾区捐赠款项和物资。好，今天的晚间新闻到此结束，欢迎您的收看。亲爱的省长您好，我是芝沙口学校初一三班的学生张小石，我特别喜欢照相，还在学习园地上获过优秀奖，可是因为家里穷买不起相机。我看到政府给灾区人们捐款，希望您也能帮助我，借给我100元钱，我用56元买相机，剩下的钱买胶卷。您放心，我挣了钱一定会还给您的，因为我拍的照片只要发表了就能有钱了。我放羊终于可以捕鱼的小爷小二郎背着个书包进学堂，在默默地照顾羊羊了。阿姨，给我一个邮票，一个信封。哎，用这支笔写。阿姨，省政府在哪里啊？哦，你要给省政府写信啊？老师，满小勺是怎么回事啊？假也不请就不来上课了，你明天去他家看看。我也想去看看怎么回事呢。哎，对了，小石，摄影的书你看得怎么样了？我这儿有几本新的，看完了到我这儿来拿。快了。好。李大爷，有我的信吗？没有，谁给你写信啊？你的腰间。哎，谢谢啊。哎，张老师，你在这儿等什么呢？没等什么。啊，快上课了，别迟到啊。
那从省城到这里得需要多少天啊？一个来回得12天吧。怎么，有亲戚给你写信啊？怎么了？哎呀，石头，可见着你了！我早就想去找你玩了，都是这臭脚。你这脚怎么了？也不知道我爹听谁说的，知道我把卖石头的钱花光了，说我乱花钱，就拿棍子打我。结果我就跑，一不小心踩到了扎犁上，就成这样了。花光了就花光了呗，还用打呀？石头，你不知道，我爹想买头小毛驴儿挣着钱呢，暑假里就盯上我那卖石头的钱了。石头，你怎么没把黑子带来？我想他了，明天就给你带过来，让他陪你玩两天。哎，我告诉你，过些天我就有相机了，真的，你家里给你买。家里哪有钱让我买相机呀？我自己想的办法。那不就真正摄影师了吗？等我脚好了，咱们到东水河去照。石头，这是我从我叔叔家给你捡的报纸，上面有你喜欢的图片。哎，我感到这幅挺漂亮的，这幅也不错。大爷，有我的信吗？同学们把课文好好读读，然后把生词写一写。校长，怎么回事？你看看，这是张小石办的好事儿。你看，这是教局的指示，要我们正确的处理这件事儿，还给了100块钱，说是给张小石的。县教育局李局长亲自给我打了电话，要我们妥善的处理这件事儿。百花，你是张小石的班主任，你先跟他谈谈，让他写个检查，越深刻越好啊。我先去找李局长，让他出面帮咱们解决解决，这事要闹大了，咱们学校就修不成了。校长，这事有那么严重吗？怎么不严重？赶紧写检查，明天我往上送。那是钱呢？这钱不能要，我让李局长给市局送回去。哎，校长，你先等一下。是你的书我看完了，明天给你带过来。书中我有很多不懂，杨老师，是不是所有的相机都有光圈？我怎么不记得我表哥那个有呢？哦，张老师，你过来。你给省长写信了？
你向省长要钱买相机？不是，是借。哦，省里边来信了。可是校长，这钱能不能先给张小石留下？百华，这什么钱？咱们能要吗？可是我没有办法跟小石说啊。实话实说，让他写检查，保证以后不犯就是了。校长，我觉得这事儿吧没那么严重，不就是写封信吗？再说省里也没让写检查。百华，你怎么也这么不懂事啊？信上明确交代要妥善处理，说服教育，这就是批评咱们没教育好学生。省里没明说，可意思也是这个意思啊。咱们更要处理好这件事儿。那省里边来信还说了，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帮助张小石，市里边都给钱了。那也不行，你把张小石叫来，我跟他说。快去呀。张小石，你好大的胆子，你怎么想起来给省长写信？真不知天高地厚，赶紧写检查，越深刻越好，听见没有？百华，你看着他写，什么时候写好了什么时候放他走。我先给县教育局李局长打个电话，真是净给我惹事。张老师，你过来写吧。杨老师，我写什么呀？不就是相机的事儿吗？不给就算了。李局长吗？哦，您好，实在对不起，给您添麻烦了。我今天去不了了，那孩子检查没写完，等写完了我一块给您带过去，也好对省里有个交代呀。啊，是。哎，局长您放心，我一定处理好。哎，局长，我们学校维修那个事儿您还要多支持啊。你怎么没写啊？快写。我没错，我不写。什么？你没错？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？给省长写信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没错，快写。我不写。你，好，我说了你不听啊，走，找你父母去。你怎么了？张小石，也不知老张在家不？小石，你爹在家吗？你说你这孩子真是倔呀，你通过血检查不就完了？我看你见了你父母，你写不写？张小石，干什么去？张小石，你给我回来！张小石，你给我回来！张小石，给我站住！张小石，回来！快回来！小心！张小石，站住！快回来！哎，他娘，孙校长来了。啊。孙校长。杨老师，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老张是这么回事。张小石在外边等着。百华，你看着点，别让他再跑了啊。老张，咱屋里说去。石头，怎么了？杨老师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写信，
那省长啊，省长是多大个官了，你还敢要钱买相机？你脑子有病啊你！啊，老张，你冷静点。石头，我们不是给你钱让你买吗？你怎么？娘，参加就几十块钱了，你的腿疼的不可能走路了，还要买药，我这钱我能要吗？老张，冷静点，事儿已经出了，打孩子有什么用？孙校长，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呢？先让孩子写个检查，写深刻点啊，明天送学校去。好好，我一定叫他写，明天给你送过去。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该回去了啊。啊，哎，老张，记住啊，有话好好说，别动不动就打孩子。你怎么不起啊？啊！哎，快点起来，起来，快点！我写什么呀？你闯了这么大的祸，你还不知道你闯哪儿？你这事要是耽误了村校长修学校，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？啊！哎呀，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呀？石头，写个检查能咋地？咱写就写呗啊！写完以后啊，早点睡觉。都是他惹的祸，哎，没事瞎琢磨啥啊？不要紧，以后你不能再弄了啊！你就快点给我写，待会儿我还要过来看的啊，别瞎糊弄。干啥呢？信纸呢？找到了。找信纸干啥呀？问那么多干啥？快把桌子搬上来，快点！灯。怎么不写啊？叫张小石，我不该给你写信。怎么，不会写了？
哎，还有多少钱？你要钱干啥？明天到学校也不能空着手来。刚还了工钱，还剩30多块。老张，来，进来坐，进来坐。哎，老张，你买这干什么？等会儿带回去啊。孙校长，这事儿给学校添麻烦了，您多操操心。老张，咱们都好说。身体检查写完了？孙校长，这孩子他比牛都倔，他就是不写。我想替他写来着，可我也不知道怎么写啊。怎么没写？那怎么行？哦，百华，张小石检查没有写，你教他写。校长，这检查怎么写啊？杨百华，这事还得我教你啊！快写啊，一会儿就往上送了。杨老师，那就麻烦您了。张大哥，不是我不教他，是检查怎么写啊？你别小看这件事儿，你看我还写份材料呢。这事处理不好，可能影响张小石的考学。快写啊，我上课去了。杨老师，这事儿真的会影响孩子，影响孩子考学啊？张大哥，这事儿没那么严重。杨老师，这事儿如果真的要影响了孩子考学，那可就麻烦了。杨老师，您还是教室里写好吗？啊，张老师，写吧。当年老师想学画画，家里穷，买不起画笔，买不起颜料，也学着向人家借钱。可是谁能借一个穷孩子钱呢？后来老师也没能画成画，可是等老师工作了，自己能挣钱了，就能画画了。张老师，你也是，写吧，就当写作文了。有些事你长大就会明白了。我说你写啊。尊敬的领导、老师，你们好。我一时心血来潮，一时冲动，做了件糊涂事，耽误了省长的工作，学校的维修。描写未来想象的日记，它为我们描绘了未来一天人们的生活情景。那么到了2030年，我们会是怎么样呢？请同学们翻开书来看一看。好了，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儿了，下课。似的。
石头，我的像画得怎么样了？石头跟你画像，真偏心眼儿。石头怎么不给我画？哎，石头，你不是要买相机吗？怎么还没买来？我们还等着照相呢。好些了没有？好多了，喝了碗姜汤，出了一身汗。只好来捕鸟，所以不相宜，只好来捕鸟。薄薄的雪是不行的，薄薄的雪是不行的，总需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，总需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。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，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。露出地面，扫开一块雪，露出地面。用一只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，用一只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。牛局长，您坐，坐坐坐啊，来吧，倒水。牛局长，您来打个招呼，您看我好去接接您。我随便来拽一拽。啊，您看，我们学校都装修好了，孩子们可高兴了。很好，本来嘛，早就应该装修了，经费紧张吧。啊，牛局长，您来有什么事儿？哦，宋校长，是这么回事。赵石，省长正好在咱们市检查工作，本想亲自来一趟，可是工作太忙，就委托我把相机交给张小石同学。没想到省长这么忙，还惦记这事儿，我先替张小石谢谢了。请进，张小石，这是牛局长，他把省长给你的相机带来了。你就是张小石啊，来，这是省长给你的相机，喜欢吗？